电源插头，棕色接火线，蓝色接泥线，双色线接地线。接好插头之后，将航空插头插入设备的母座上，油水分离器气管插入 U 接头，然后打开气压，气压表上显示0.7以上，也0.7兆。内塞整动盘、内塞控制器、插头插入机器的左边，整动盘将外盖整动盘、控制器、插头插入设备上面，以及电源插头将插座插入主机的插座上面，里屏机控制线一头插入里屏机上，留好螺母，另一头插在主机上面，留好螺母。当所有外接设备插入完毕之后，打开主机电源，灌装工位、内塞工位、外盖、锁盖、转盘，当每一个工位完成的时候，它将会灯指示灯变亮。如果说转盘处于等待状态，可检查这四个工位没有亮灯的。上面是指目前该工位的一个运行状态。转盘变频器输出监控报警，设备显示设备当前状态。转盘清零是指在制动时，转盘将转盘内所有未完成的产品完成后，直到最后一个工位输出。填盖确认，填盖确认是指内塞，当内塞变形和瓶口变形时，经过检测，该工位两个检测来确定是否内塞已上。以上好。下一步，手动。打入手动界面时，自动必须打到手动状态。进屏气缸，点击进屏气缸工作，转盘电机，点击转盘电机动作，一个工位，出料电机是指出料的传送带，点击。灌装工位，点下去。定位，点点点，使劲点。下面。定位，瓶子定位。再点。
下降，指针头下降。好，灌装，指蠕动泵启动。点。啊，是蠕动泵启动。单循环，单循环是指将前面的动作连续起来。啊，点击之后。内塞定位，是定位是指停止定位，啊，对。好 ，OK。下压，将内塞打入。OK。单循环是指将前面两个连贯动作，这里要有内塞啊，连接到内塞上面。锂屏机，锂屏机开关按钮，一点，点击之后，锂屏机里面电机包括进料电、进料皮带，同时动作。外盖跟内塞一样，定位跟下压，OK， 下压。单循环跟内塞一样，点才知道，一点，啊，锁盖定位，锁盖下压。电机单循环，参数设置，参数设置，静屏检测时间，是指这两根光圈所当物料到达转盘内时所检测的一个时间，也就是等待时间。灌装时间是指我们当前所灌的液体量。可以了，懂了，继续。内盖到位延时是指下压到位，是指下压气缸到位延时，让内塞压进去。锁盖时间是指锁盖工位，电机下压到位之后旋转时间。外盖到位延时跟内盖一样的道理。
礼品机送料时间。礼品机送料时间是指是指这个电机所旋转的时间。礼品机送料暂停时间。同样是这个电机所每暂停的时间，然后再次启动送料。行啊，转盘电机频率速度，转盘电机速度设定，加速时间是从转盘电机从启动到设定频率的加速时间。工位选择，灌装工位、内盖工位、外盖工位、锁盖工位。如果将此按钮关掉，在制动时该工位将不会动作。物料检测开关，每一个工位都有对应的一个物料检测开关。当没有该工位下面没有物料时，此工作位不会动作，它所对应的工作位不会动作。是礼品机物料检测，当两排瓶子检测开关灯亮时，礼品机将停止供料。这里将停止供料。开始。光纤放大器。这两个外盖检测开关。外盖检测，当外盖到达底部时，此灯费亮。调整它的数值 ，off 减绿色值设定值，红色值当前值。按 off 调整它的设定值，当红色值大于绿色值时，光纤将会有输出，此灯费亮。贴标记，监控操作，当前产量。跟设定产量，设定产量等于当前产量时，设备可以自动停机。清零，当前产量清零是这一个。监控，CPU 是触摸屏的一个亮度调节，跟触摸屏的暗度数值，然后手动链传送，传送带，下一个分频电机，卷标电机。定位器杆，好，出标，手动出标，这等一下，标速度，出标电机速度设定，
定位延时指物料检测开关检测到物料走到定位位置的时间。延时出标，当定位完成之后贴标通过延时。卷标时间是指贴标完成之后将标签卷，也就卷在对对